对，那边有。啊，小海啊！小飞，是草之吧。
前一句，我看到我们摄影师那个几个字，我都觉得蛮吸引我的。怎么了？不搭死必逼门。纳斯，你过来，我看，因为他不是太阳组，你帮我念一下。下面那个看不到，吴大师比比。哦，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喂，你们在不干嘛？在笑？好了，我讲错吗？没有，我们的黄代表那边好像。不要误导朋友。喂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一讲他们都在笑？因为我是太阳组，我听得懂你在讲的是。吴大师 BB， 为何一直在笑嘞？什么意思啦？来，解释。我刚不是讲吗？他姓吴叫大师，他老婆叫 BB。吴大师，他老婆叫 BB。好了，都在笑。不是，这一定有典故。哎，这个跟那个。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不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好，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。桃山隧道的意思。陈建建明，他解释对不对？好了。他这样讲对吗？五大石 BB 啊 ，Yeah，That's right。好了吗？谢谢非常有名的格乐宝乐团，喂，再来。五大石 BB，OK， 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。你给我记住，笑的我都不敢讲，你敢讲？你给我记住。讲哦，不，你坦白，我们研究不就是坦白吗？坦白什么？啊，讲实话。什么实话？你就别再问了嘛。好，再来这首吴大师 BB 来。哼，下面两毛没放。来。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妈，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妈。Thank you.
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德莫黑不不熟。德莫黑不不熟。哎，好，蛮快说罢了，谢谢啊。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、啊。OK， 谢谢你。这公开活动怎么办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想当交代员，谢谢你。想当交代员，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我当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乡党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乡党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手作。第二道延平乡。我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。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，第八道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李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就算，好吗？
一心压低一心。是超级棒。
用怀疑了，这不用怀疑了，这。这个你等一下给我。为什么要拍这个？你是这里的人吗？你算是这边的人吗？Check the song.
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棒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Okay.
是超级棒。是超级有没有看那个中国有嘻哈？有。有没有谁会模仿一段？我。来，freestyle 一下。跑车嘞，想要一点欢乐嘞。哦，再来多一点。想要钱，软妹妹，钱钱嘞，一个给靠五个起币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学泰雅语？为什么不想？没。好，那你呢？你想不想学泰雅语？I 不想。你不想啊？为什么？我现在五大师，我现在五大师 ，BB 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，一切的一切都得靠五大师 BB。谁会唱歌？我会唱歌。五大师 BB 不啊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！五大师 BB。自我介绍。我叫简世凯。我来自坚持乡，我喜欢开冰箱，我喜欢开冰箱，喜欢打手枪，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。比武大师伯格，比武大伯格。伯格是什么？伯格是你的懒觉，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哦。管呢？还要说吗？这个最有名的。你别听。五大师比一比。